来玩这款游戏《精灵之剑》，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笑吗？你有看到它的新服名称吗？叫什么？金什么的重生啊？又上发公告，空的。我跟你讲啊，你字写那么深奥没有用啊，没人他就是没人了。哦，不是说你用一些人家练不出来的字啊，好像就可以有10万个玩家涌入。啊，你放心，这一点是不会的。哇，这看起来就很好笑，很不错的一款游戏啊！一开始就制造了一点笑点，对不对？弓箭传说的玩法已经悄悄地降临在这一款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游戏了。怎么没有打击感？就真的是弓箭传说玩法，你看。三，怒意，进阶攻击，大量暴击，啊，连巨人都那么阳春，哭啊！连巨人都那么阳春吗？算不到我的啦，你这种攻击手段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打两下你就要闪避了啊，是不是？进阶精灵，我回血了啊！没有回血，我绝对不回血。这锁敌机制也有问题，但这锁敌机制太烂了吧？这模组做得出来，锁敌机制做不出来，被您打败了。魔法飞弹，喷血了啦！没有什么音效，不死，可触发三次，哎，真的假的？来，试看看，试看看就知道了。来啊，干我啊！我，哎，这样算一次还是两次？这，哎，等一下，我想要再踹一下，我这样算一次还是两次？快点打我啊！好。嘿嘿，看到没有？我像 hold 住了，对不对？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啊！怎样，一滴血啊，极限操作了，从现在开始就是我极限操作了。我只要被干掉，我就立刻卸载游戏，好不好？但是前提他干掉我，你看，拜托，我这种闪避，我闪避技能是点满的，我怎么回血啦？说明我即将被打爆嘞！靠背撞一下525，这什么垃圾游戏啊？老师复活了！你他妈，干这是粪便嘞！你有看到吗？我操！看这背景音乐也有够难听的，怎样在嘲笑我？看你们撞了一下，太扯了吧？还阻止嘞？不用了吧？这除下去还得了？拜托，我还不傻好不好？我也不蠢。这，当你觉得游戏不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看这个名字叫什么？帮我取一个叫“富贵在天”这个脸，我是欠你钱吗？我是欠你钱吗？OK。强化10次，成功加入，这什么东西啊？捐了，我是入工会来怎样？什么都空的啊？你是不是今年要乱改名啊？你是不是要改名重新推出啊？我看应该是不用了。那我们来。打敌人的时候，我们来讲讲这款游戏的缺点好了。啊，第一个缺点，弓箭传说玩法；第二个缺点，音效太烂；第三个缺点，背景音乐不好听；第四个缺点，技能没有变化性；第五个缺点，BOSS 极度不平衡。刚刚有看到吧？撞我一下525，还有400，对不对？第六个缺点，没有人玩。这样子 OK 吗？
第七个缺点，开头的公告是空的，然后取一些很奇怪名称的伺服器名字，打我打我打我，把我干死啊！来啊来啊，把我干死嘛！来啊来啊来啊！好了，我可以删游戏了，大家拜拜。